陈氏春秋大刀，艺名青龙偃月刀，是陈氏太极器械套路中长兵器的一种，也是太极拳四祖陈王庭最擅长的兵器之一。因陈王庭年老长须飘染，又惯用大刀。 故有赛关公之称。当时，姜发随陈王庭公学艺，冒失周仓。陈王庭公年老画像时，姜发持刀，侍立于后，以作留念。因三国名将关羽惯用青龙偃月刀，故此而得名。陈氏春秋大刀。 套路名称是由30句歌诀组成，与其他套路名称不同。其他套路一个名称基本上是一个动作，此路刀一句歌诀包括几个动作。陈氏春秋大刀套路布局合理，上下呼应，左右逢源。它的 劈、砍、撩、挂、斩、抹、截、拦、挑、刺、推、脱、架等，以及五花等刀法，交代的清清楚楚、干净利索，却有大刀入猛虎的风格，一招一式有威武凛冽的气概。 在练习大刀时，必须有扎实的拳术基础，尤其对腰腿劲及臂力的要求更为重要。因大刀是兵器中大型重武器，需有充足饱满的嫩气和腰腿背力，才能运用自如。劈、砍。 推、斩、翻、滚、盘、压，无不得其自然。因大刀杀伤力颇大，被誉为百兵之帅。